是这个兄弟，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想聊一下我一点点的养狗心得吧。OK， 那我们开始吧。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那些想要养狗的朋友们，在饲养之前呢，你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你一旦饲养了它呢，你就要对它的吃喝拉撒睡，所有的一切负责，当然包括它时不时在家里给你捣捣乱。惹你生气等等等等，别一惹你生气你就把它给抛弃了，或者是丢给家里人打理，那我还是建议你呢谨慎考虑一下是否还要饲养。 OK， 确认了。那第一个选狗，这个当然要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想要购买的犬种，那有小型犬、中型犬、大型犬。在选定好什么犬种以后呢，我还是建议各位在网上查找一下关于这种犬种的一些具体一点的信息，包括性格，毛发会不会掉很多，还有会不会很吵之类的，这些信息都要了解透，然后再去进行饲养。当然我还是建议呢，在大城市不适合养特别大的犬种或者是凶猛的犬种，因为它们的不确定性因素实在是太多了，一旦发起攻击呢，那是很难掌控得住的。购买狗狗的话呢，我当然还是建议去正规的宠物店或者是犬舍进行购买，因为他们在犬的健康方面还有血统方面会做得好一些，你买回去的话呢，问题肯定会少一些。第二个就是选择狗狗的月份啊，这也是很多网友问，不管是有没有养狗经验的人呢，在买狗的时候都不适合买太小的狗，个人建议呢，最小不能超过2个月，因为2个月的小狗呢，大概就是可以正常的进食一些固态的食物，当然骨头还是不建议给它吃，像鸡肉啊、猪肉啊、切碎的蔬菜啊，还有面条啊、大米啊等等等等，当然包括狗粮还有狗罐头，这些食物它都能正常的进食。这样的话呢，狗狗再买回去，在喂食方面就会更轻松一些，因为还不足2个月的狗狗呢，它的胃还不是特别的健全，如果直接吃固态食物的话呢，它很容易发生消化不良然后拉肚子的情况。个人建议呢，最好是选择在3到4个月的幼犬，这个时候的幼犬呢，不管是喂食方面还是想对狗狗进行一些简单的指令性训练都是非常好的事情。那第三个呢，就是关于狗狗用药的问题，当然了，这里还是要强调关于疫苗方面的还是要去正规的宠物医院进行接种注射，因为疫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平时狗狗在家里面需要准备一些什么药吗？答案是肯定的。狗狗呢和人一样，也会时不时出现一些小毛病，有些狗主呢，就是狗狗出现一些小毛病，他就往宠物医院送，动动小则几百，大则上几千，这收费可比我看病贵多了。其实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准备一些常用的肠胃药、退烧药还有消炎药等等。其实呢，和我们人类一样，平时自己有点小毛病吃点药其实就完事了，何必动不动就往医院跑呢，对吧？其实很多小毛病我们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其实很简单，很容易处理，一般用过药之后呢都是会慢慢康复的。所以我们在平时的饲养中呢，就要多多观察自己的小狗是否正常，最简单的呢就是观察它们的进食还有大便是否正常，不要等到狗狗什么都不吃了才想起要用药，那可能是太晚了。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请点击关注订阅还有点赞评论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